这里是联盟广播，联盟广播现场，亲爱的球迷朋友，本场比赛因为雨势目前仍在持续当中，我们还需要再继续等待。确切的开始比赛开始时间将是天后状况向大家做宣布，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候。这里是球场广播，现场的球迷朋友，本场比赛因为雨势仍在持续当中，联盟这边还需要一些时间继续等候。确切的开赛时间将是天后状况向大家做宣布，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候。